曾是台湾知名篮球国手，也担任过立法委员，外号篮球博士的郑志荣，日前遭爆料已经与第二任妻子汪楚晶离婚。林某新闻网记者询问郑志荣，他证实这项消息，不过他说他其实已经离婚三年了，目前是单身的状态。51岁郑志荣曾在1980、90年代是红极一时的篮球明星，2001年退役后转战政坛，代表亲民党当选立法委员，不过2004年遭开除党籍，之后就淡出政坛。近年郑志荣西进中国担任篮球教练，不过今年受到疫情影响，今年将重心转回台湾。郑志荣人生经历过两段婚姻，与第一任妻子吕祖颖生了两个儿子，不过在2004年离婚。2010年与第二任妻子汪楚晶结婚，生了一个女儿，但现在再度传出婚变的消息。郑志荣对苹果记者表示，这毕竟是他私领域的事情，不希望浪费社会资源在这上面，焦点回归他专业的篮球上才比较有意义。苹果新闻网蔡玉龙台北报道。